我是 Andy 郭，在湾区已经住了25年。接触帆船这种运动大概有20几年。帆船来讲，基本的构造就主要的帆是挂在主桅杆上面，它是帆船的主要动力来源。古代开这些船的人，他们靠岸的那一边就叫做 pole， 然后看星星的那一边就叫 starboard。那个把主帆压下来，那个横杆呢会左右甩，然后被它敲到就是会 boom 一声，所以那个名字英文名称就叫 boom。每个码头要把船固定，那边都有一个叫 crew 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中文称为羊角，好像一个角这样，两个羊角，所以你就用一个叫水手结的。旧金山湾这边因为得天独厚，一年四季都有很好的风，所以这边一年四季都有风，是天然玩帆船的好地方。如果你对海洋有憧憬，如果你对帆船有兴趣，请你来参加我这个帆船畅游旧金山湾的活动。你一定会爱上帆船这个运动，也一定会爱上我们美丽的旧金山湾。